今天是我们上海访民孙玉兰二期的日子。今天上午九点，上海200多名访民到上海冤死孙玉兰女士家做二期悼念。冤死访民孙玉兰女士地址，家的地址在徐汇区桂平路123弄3号11034。200多名访民在上海沉痛悼念，我们在京沉痛悼念冤死访民。多年上访含冤而死，至今没有解决他问题。我们与孙女士素不相识，但是孙女士去世牵动我们的心，同病相怜。在此，我们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辽宁访民共同遥祝孙女士一路走好。这里是北京到上海的，我们这里是北京到上海的方向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我们遥祝孙女士一路走好。